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心月塔罗占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占卜题目是，我们要来看一下你跟你心里想测的这个人呢、在未来大概3个月左右的时间啊，你们是否有机会交往哦。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会来看一下你们的关系啊，现在是什么状况啊、包括对方对你的感觉啊，然后呢你们关系现在走到哪一步，然后来预测一下，通过塔罗牌来看一下，在未来3个月左右的时间，你们有没有机会在一起，有没有机会正式的交往。好，那今天呢跟往期一样，我也是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信息，把它们呢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4组牌卡里啊，然后今天我又选用4朵小花啊来压住了每一张牌卡的能量信息。那他们现在呢，每一朵花也是有他们代表独特的一个能量信息。我们从左往右呢，依次是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和第四组。那为了你们选牌啊，我也是近距离的让大家感受一下每一朵花它的灵性哦，每一朵花所带来的能量信息。好，我们这里啊，第一组给大家看一下。这里是一个橘黄色的花，橘黄色的花，大家感觉一下这朵花它所展现的，它所带来的灵性和能量啊，它有没有吸引到你呢？好，第二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那这一个呢就是那种比较非常红啊，这个是非常红，甚至有点发黑的感觉，那这是第二组啊，第二组。可以看清楚吗？可以看清楚吧。第二组，红色的啊，红色的花。好，我们再来第三组啊，第三组就是黄色了啊，跟第一组不一样呢。第一组是个橘黄色嘛，那么第三组这里是一个就是那种很浅的那种嫩黄色，柠檬黄了啊，柠檬黄。第三组。然后这里是第四组。第四组其实它这个花心是比较偏紫色的嘛，因为这边它也是快开败了，我也是提前把它们取出来啊，放在这个小容器里面，所以大家可能看到这个紫色不是那么紫，但事实上它是中间是那种紫罗兰嘛，然后旁边是白色的嘛，就是这样子的一朵花。第四组。好，那为了方便大家呢，可以准确的跟自己有连接的能量牌组啊，进行一个准确的连接啊。那我建议你们呢，跟我一起啊，现在开始就是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冥想啊。好，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一口气。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我们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我跟他在未来3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有可能正式交往吗？宇宙，你可以给我一些指引和建议信息吗？好，感恩宇宙，深呼吸一口气，睁开你们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4朵不同的小花，用你们的第一直觉去感应哪一朵小花，它在灵性方面跟你特别有对应，然后呢，你觉得它特别的吸引你哦，那你就可以选择那一个作为今天的读牌啦。那由于我们这里啊是大众占卜哦，如果你觉得实在是有2朵花，它们的能量信息都同时非常非常吸引你的话呢，那么你也是可以点开2组都看的，因为有可能2组牌卡里啊，你都可以找到和自己有对应的内容哦。好了，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来揭晓你跟你心里想测的他在未来3个月左右有没有机会交往呢？我们待会儿见哦。Hello， 大家好，那这里呢就是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啊，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橙黄色的一朵花花，我就要把它放在这边哦。你们可以看清楚，这里是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然后呢这里是我提前帮大家抽取的神谕卡，那这一张呢是8号啊，红色的花园啊，红色的花园，那我把它放在这里。
Red Garden， 大家可以看清楚吗？可以的啊、哦。好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啊，我给大家选用的那个塔罗牌。我们这里是Morgan Grill 啊，我们来用这一组塔罗牌来看一下吧。我们来看一下你跟你心里想测的他，在未来3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啊，有没有机会呢正式交往啊？我们这里呢就是先抽大概3张牌啊，来看一下你跟他现在的一些能量信息啊。我们来先看一下。你说，请你告诉我啊，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他跟他心里想测的这个人，大概在未来3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啊，有没有可能就是进入正式的交往？你可不可以把他跟他心里想测的这个人现在的一些能量信息啊，重要的能量信息给我们看一下，让我们知道一下好吗？感恩宇宙，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牌啊，这里是力量牌，第二张牌呢是太阳牌，哇，这边牌卡出来挺好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好，这里是Justice， 我们这里出现的牌啊，现在全都是大牌里的啊，能量好强啊。好，这个是 Justice， 我们再要一张牌吧，来看一下。最后一张，好，这里是宝剑十的逆位啊，宝剑十的逆位。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4张牌卡啊，我们看到的关于你们两个人现在关系啊，宇宙在这里展现出来的你们关系是怎么回事啊，包括你的能量信息，包括你们这段感情关系的一些重要的信息内容啊，我们来看一下，对应一下。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力量牌和太阳牌是一起出来的啊。那我先来讲一下这个力量牌好了，然后结合一下这个你们抽，就是我提前帮你们抽的这张神谕卡，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从神谕卡开始吧。第一张牌呢，我给你们抽到的就是这个神谕卡是红色的花园，对吗？红色花园。那么在红色花园这里呢，我其实连接到的是主要是你的能量信息啊。我感觉到你现在的状态，其实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是很好的啊，是很好的。首先你们这里呢给我的感觉是你们的心情，我觉得现在是比较开心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对未来我感觉到是充满了希望啊，很向往未来的美好，所以你们的能量信息在这边是很积极的啊，很积极的。那我看到的是什么？在第一组我们抽到的塔罗牌里面啊，我们看到了力量，看到了太阳，这里其实有很多的那种两边的能量信息啊，我们在力量牌里面是 Maiden， 一个女士，然后还有一个狮子，这是一个非常平衡的阴阳两极能量信息。在太阳牌里面呢，我们一般太阳都是一个人，可是在我们的 Morgan Grill 里面呢，太阳牌是两个人啊，是两个人。我感觉到你跟你心里想测的他，此时此刻你们所处的状态啊，就是我觉得是经过了一些挫折，或者是经历了磨合，现在你们所处的状态是大家都准备好了啊，就是可能阻碍信息是发生在过去，你们现在正从一个可能比较困惑，或者是之前有阻碍，或者之前有些啊不清不楚的那些东西啊，慢慢就是走出来，走出来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是你觉得你可以就是跟他两个人有机会往前走，因为对方开始慢慢慢慢的有去就是我感觉到两个人的关系吧在往中间靠拢，可能你也做了很多调整，但对方也同样为了你，为了这段感情关系做了很多的改变。所以这里我看到的是这个 Maiden 有制服这个狮子，而这个狮子很开心的在 Maiden 的怀抱当中，我觉得这里映射的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现在到达了一个平衡状态啊，到达平衡状态。然后我们的第二张牌呢是太阳牌，太阳牌啊，我感觉到是什么，就是你看这里有两个人，他们的背后是太阳，而且他们两个人呢是彼此对视着彼此的双眼，我感觉到这张太阳牌所展示的内容是，我感觉到这张太阳牌所展现的能量信息啊，就是你们第一个对这段感情关系的未来都是看好的，你们觉得都是有希望的。第二个，
我觉得你们现在是对彼此的情谊很深，就是觉得心里面就是被那个人强烈的吸引住，而这种吸引力是相互的，就是你有多么的想他，对方就有多么的想你，所以你们现在就是在那种强有力的积极的能量状态下，然后慢慢慢慢的往中间靠拢，大家会越来越近。我感觉到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啊，你们可以期待你跟你心里想测的这个他，你们的关系会越来越近啊，越来越亲密，距离会缩短啊，距离会缩短。那么我们看到这张牌卡的 Justice 啊，就是啊公平公正嘛，这张牌卡我所连接到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之间最大的一个阻碍信息，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就是你们两个人的能量之间呢是非常不一样的。如果说你这边是一个 maiden 的话，就是很温柔啊，然后呢一直都是一个比较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温顺或者是很轻柔啊这种，或者是觉得一直是一个很好说话的一个好好先生好好小姐的话，那么对方呢就会是一个比较激烈的比较热情的像狮子这样子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另一半啊。那反之也亦然，你们两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们两个人能量之间的平衡，以及你们两个人相处的时候所要去面对的如何让不同的能量之间达到一个大家既可以独立又可以在一起这样子的一个终极的一个能量平衡。所以啊，这张 Justice 作为你们的阻碍最大阻碍牌卡啊，我感觉到是什么，就是你们需要在这段感情关系当中一边是因为对方去做改变做调整，但是又同样的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那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啊，这一点最重要。我感觉到这个 Justice 啊，我们在 Morgan Grill 里面啊，这个人的秤啊，它是一个歪的啊，是一个歪的，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可能完全的对等，但是就是因为你们知道这样的信息，才在这种不对等不平衡的状态下做了比较合理的取舍啊，双方都做合理的取舍，所以才能让这段感情关系可以继续往前，继续推动，继续看向你们最终的那个目标和目的地。第三张牌呢是宝剑十的一个逆位，这张牌卡我感觉到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之前发生过事情，发生过一些可能还很难的事情，无论是对应的是你想测的这个他，还是说对于你之前的一段感情中所受到的伤害啊，我觉得你们都是给我的感觉是已经要去放下了，或者是要去放手，要去试图从之前的伤痛当中走出来，不要让之前的那些所谓的伤痛让自己就是感觉是没有办法重新起来的。这张牌卡逆位我感觉到是这十个宝剑你们正在努力的挣脱啊，有的时候是因为这个人疗愈自己，有一些朋友呢是自己坚强的站起来啊，坚强的站起来。好，我们现在讲了一些你们之间的能量信息，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对方对你的感觉啊，然后还有你们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来继续抽这个牌啊，我们来看一下对方对你的感觉，我们来看一下。权杖三啊，对方对你的感觉，权杖三，好，这个人正在慢慢的或者是秘密的谋划着，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慢慢和秘密的形容词加进来啊，但是我感觉到这个人想怎么说呢，有一些朋友是他正在做计划，他想朝你走过来，有些朋友呢他正在计划着跟你两个人去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占卜的主题嘛，能不能交往，我觉得这个人正在计划着你们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庆典啊，小小的一个庆典。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如果你跟他是远距离的话啊，远距离的话，那么这个人他有可能呢是在等待一个时机的到来，因为我们现在是有这个病毒嘛，我们有冠状病毒啊，有一些我知道那个有一些地区有一些国家的朋友啊，那冠状病毒的情况呢好像是有点
就是一波三折又回来的感觉啊，卷土重来，感觉好像也挺严重的。那也是希望你们可以照顾好自己啊。那对方呢，心里也是挺焦躁的啊，就是他挺急的。如果是远距离或者是因为病毒而不能够相聚这种啊，不能在一起啊，这样子的能量信息，那对方其实已经在等了，他在等啊。我觉得他有很强烈那种等病毒一过，或者是等这个时机一到，或者是等什么什么阻碍信息啊离开，我觉得他马上就会采取下一步，所以他有很强的行动力啊，有很强行动力的愿望，他有这个愿望去行动，他有这个愿望去推进，这就是他对你的一个感觉啊，这个是他心里在啊想的一件事情。对应大家，这里是大众占卜，对应大家的啊所处的一个情况，以及你们所处的一个环境的一个状况啊。但是总的来说，这个人就是非常想采取下一步啊，采取下一步，然后有些事要等一个。等一个事件的发生，有可能是我们那个 lockdown 打开啊，不要再锁起来啊，有一些是想等这个病毒过去，或者是他可以动，又有可能他被锁住，他没有办法行动，都有可能啊。这个啊，权杖三，那么权杖三，因为我们也有个远距离这样子一个信息嘛，有些朋友可能是跟他如果是网恋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已经想跟你就是说见面了，因为你们在交流当中，无论是通过啊什么样子的 app 就是去聊，我觉得这个人对你的感觉其实还是挺好的啊，他觉得你，他对你的印象啊，然后在交流当中觉得你们两个人的这种不同啊，但是又很有吸引力，你看这个不同但是又很有吸引力的这些信息啊，我觉得他吸引了他，他想再进一步啊，他想见面，从啊我们所谓的网络然后到达一个面对面，再进一步的去了解你，然后去看一看，对吧？好，这里就是权杖三，然后我们来再看一下那个未来发展啊，我们看两张牌，看一下未来发展，你们两个人未来发展，我们来看看这个。哎呀，你看我说什么了？权杖八啊，快速的行动力啊。好，我们再来一个，这个是圣杯八，好，圣杯八啊，嗯，好，那。权杖八呢，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权杖三，他对你的想法啊，几乎就是怎么想就怎么做嘛，对吧？他想朝你走来，想朝你啊、推进，或者是怎样的啊、哦？那么在未来，你们的关系或者是你们，我们今天的占卜问题，有没有机会在一起嘛？这个人的行动力就是他要向你走来，而且是快速的向你走来。但是我觉得，因为有疫情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啊。要看了，要看这个时机了，也许这个人就是在等了啊，就是在等，但是一旦这个机会成熟，这个人他就是会朝你走来啊。那有些朋友呢，如果现在没有办法有这种快速的一个行动力的话，我觉得是当你们的这个情形就是一打开，疫情一好，这个人就会马上的来到你身边，所以你们的速度进展给我的这个能量信息是非常快的，至少是你能够在一个就是感觉是要么就是马上开始，马上进入到一段恋情当中，要么就是你们在等那个时机，那时机一到，你们就会快速的进入到一个热恋的状态当中啊，这是我看到的。然后这里啊，我们还有一个圣杯八在这个位置啊，圣杯八，圣杯八呢，我其实刚刚就是抽到这张牌卡的时候，我连接到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在你跟这个人，或者是你跟你之前的那个人之间啊，有可能是前任，或者是啊，无论是什么人啊，就是你可能跟他们两个人之间还是有一些选择性的能量，或者是说你觉得那个人已经过去，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你的感情其实还不能够完全的抽离。但是当这个你们心里想测的人采取这么快的行动力的时候，我觉得你们马上就会从之前的一段感情中出来，你们会就是朝向他嘛。你看这里的月亮啊，是这种啊，一个我们这里是一个，其实这里应该是一个那个残月的信息啊，就是一个离开的能量信息，所以我觉得是你们要去 release， 去释放任何的对这段感情关系没有关系的，或者是心里的一些伤感啊，马上的离开这些 negativity， 然后你们会朝着他，我觉得他就是你的白月光，我觉得你会朝着他
走去。无论之前有多么多的这种伤心的往事，无论之前有多么多的这种困惑不解啊，无论是什么失望，但是你们决定放下过去，放下过往啊，朝着明天，朝着幸福走去啊，朝着幸福走去。哎，我觉得这边很好哎，所以我们今天站姆组就说啊，未来三个月啊，有没有机会和这个人正式的交往？我觉得希望真的超级大的，但是由于我们这里有一个疫情啊，我觉得只要疫情不来就是闹事的话，或者是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天灾啊，乱七八糟的事情，我觉得真的是机会超级大，因为这个人的行动力超级强啊，这是所有都是权杖的这样子行动，代表行动的这样子的牌卡。然后这边我也感觉到你的心啊，我觉得是也被他打动，被他的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力啊打动。然后我们这里的星座信息跟大家讲一下啊，狮子座，然后呢是天秤座啊，狮子座和天秤座。好，我们讲到这里呢，就来最后看一下啊，我们一个是 confirm 一下我们今天对这个占卜主题的一个解牌信息，另外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宇宙对你们未来有没有机会交往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信息啊，或者是想告诉你的一些指引啊，还有建议啊，诸如此类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哎呀，这个出来的也太快了啊， children 啊，小孩。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宗教信仰。好，宗教信仰，可以了。那这里啊，我觉得是什么呢，先讲一下那个小，其实这两个牌卡给我的连接感觉还挺有的是一致的啊，看大家跟这个你心里想测的他的情况了啊。有一些朋友啊，我连接到是你跟他是异国恋，或者是异地恋，或者是跟他两个人之间呢有一些差异啊。religious factors 我连接到比较多的是你跟他异国异地，那么在宗教有些就是外国人跟外国人谈恋爱，所以呢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在宗教信仰，在文化背景，也许你们呢之间有很大的差异。那由于我们这里有冠状病毒嘛，如果是跨国的恋情的话，那么也就是说明你们不仅是有这种宗教信仰或者是文化背景差异，还存在不同国家之间对于这个疫情或者是现在所有的这种restrictions 就是这种阻碍信息，都会在这段感情关系当中，或者是在我们今天所测未来三个月能不能够去正式交往，都会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呢大家也可以感觉到啊，这个影响并不是你们两个人感情之间的啊，这个影响是由于外界的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有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所说就是我们自己能控的真的挺有限的，只能是看或者是祈祷我们世界可以早一点啊，从这种疫情的这种影响之下啊可以好起来。那有很多朋友可能都是这样期待的，希望就是期待跟自己的心爱的人可以早一点的相聚和团圆嘛，对吧。然后我们这里的那个 children 啊，这里我听到信息呢挺有意思的，我听到的是什么，我听到的是你们两个人的年龄差距可能是有一点大的啊，当然我们这里也是一个大众占卜啊，就是说比方说你们两个人现在是一个对方比你年龄大很多，或者是你比他年龄大很多，那也就是说你们组建家庭以后也许在小孩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意见上的，或者是对这件事情可能意见会不统一，或者是这个小孩子的事情会对你们的感情呢有所影响，你们在小孩子的这个问题上也许意见呢也会不太一致。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看大家了啊，看大家。然后呢这个小孩子还有一个信息啊，我感觉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呢是不是因为对方，因为我们这里还出现了一个太阳牌啊，太阳牌是不是有什么怀孕有关的信息，或者是说对，我刚才连看到这个太阳牌，我连接到的是儿子，就是是不是你们跟他之间如果不是异国异地，
那么是不是有小孩子，是不是有朋友，就是比方说对方怀孕，或者是你有可能是女方的话，是不是你有怀孕的信息，就是跟小孩子有关的信息，也许对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关系也是有影响的。那宇宙既然出现了这张牌卡，大家就可以去就像查漏补缺嘛，去对应一下啊，对应一下，或者是小心一点点，好不好？ OK， 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占卜的所有信息啦。我们看到的是未来三个月你跟你心里想测的这个人呢，有没有机会正式的进入到交往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呢？那我们这里呢，我看到的信息真的是百分率，就是这个几率很高，几率很高啊，我们给80%吧，就是80%的把握，因为我们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嘛，所以呢我不给100%啊，不给100%啊，大家去对应一下。但是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啊，你跟他进入到交往这样子一个状态的几率其实是非常大的啊，非常大的，提前恭喜你们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哦，祝你好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那欢迎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啊。你们选择的首先是这个非常红的这朵花，我就放在这里好了啊。这里是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这里我提前帮你们抽到的这张牌卡，这里是早上的早晨的露珠女孩啊 ，Morning Dew Girl， 早上的早晨的露珠女孩。那我们今天呢也是从塔罗牌啊，我们来抽塔罗牌来看一下你跟你心里想测的这个人啊，你们在未来大概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以内有没有机会交往。我们先来抽三张牌吧，看一下你跟你现在心里想测的这个人啊，你们感情的状态，你们走到哪里，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信息内容。我们先来问一下宇宙，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宇宙，请你告诉我啊，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啊，他跟他心里想测的这个人哦，他们现在的感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或者是说就是啊关系走到哪里嘛，那他们两个人感情关系当中的一些重要信息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吗？感恩宇宙。好，第一个钱币七啊，金币七。第二个金币四，宝剑六。好，两张吧，宝剑二和愚人牌的逆位。好，OK， 那我现在连接到信息啊，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我感觉到你们是不是在跟这个人啊，在这个就是在不能叫交往，就是你们在跟他相识慢慢去相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吧，是不是时间拖得有点久了，但是还一直没有定下来啊，就是我感觉到现在啊，你们两个人所展现出来的能量信息呢是可能对这段感情关系开始要慢慢的丧失，或者是那个信心开始慢慢在减弱了。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你们对这段感情关系有一点不耐烦了，有一些朋友甚至觉得说哎呀，要是再不能够比方说给个时间节点啊，然后再不能定下来，或者是再不能够去交往的话，那我要不要去离开，就是我已经有感觉到一点这样子的信息了。好，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每张牌卡，我们这里看到一些信息。第一张牌这个金币七啊，我抽的是一个就是你们两个人现在感情关系的一个状态，你们的心态是怎样的啊，现在把这个金币七所展现出来的就是
有耕耘啊，有努力啊，有去不断的去投入，但是这个结果啊，结果就是还没有到达一个可以去，就是那个火候还不对啊，大家就是感觉一下，就是两个人绝对是有一些在感情关系当中都有去投入投资，而且是给过时间、金钱、物质等等等等啊，付出过很多，但是呢，这个感觉是不是还差一把火啊？是不是这种感觉还差一把火？总感觉到要么是对方还没有去给予到足够你觉得满意，觉得可以相信或者托付这个人，或者是说对方还没有给予足够的一些commitment， 就是承诺，让你觉得跟他走下去是有安全感的，你愿意为这个人去承诺付出一辈子，或者是至少是长时间的去把这个人放在最重要的那个唯一的位置上，就是还差那么一点点，还差那么一点点啊。好，这里是第一个金币七啊，金币七，感觉到两个人还差一点。第二个啊，第二组牌，我们这里是两张塔罗牌啊，我们一个是金币元素四，一个是宝剑元素六啊，这两个牌卡其实感觉能量上是非常不一致的啊。那宝剑四呢，你看这个人是不动，死死的不动，抓着自己的钱币啊，死死的抓自己的钱，头上都顶一个，都不能给别人，全部都放在自己身上啊，钱币四。另外一个呢是宝剑六，那这个人就是在往前走嘛，对吧，已经在开船在划船了嘛，已经是在动的一个信息啊。那这里呢我感觉到是什么，其实我们的第二个抽出来的牌啊，这里我是想抽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阻碍信息到底是什么啊，如果是什么内容让不能够，或者是阻碍你们不能够这么快，或者是不能够顺畅的定下来，或者是不能现在就定，我看到是什么呢，有一个人或者是你们两个人啊，都会这种情况，就是有点控制你们的关系的一个发展，都想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展开这段恋情。就我们打个比方啊，可能对方就觉得说我已经付出这么多，可以了，我们可以定了，但你可能觉得说不行，我觉得还差一点，我觉得这个还没有足够的信心，那我还想再看一看，就两个人会是这样。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说OK， 我觉得我付出很多，而且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觉得我想就是正式交往，我们两个人要定下来，但对方可能就觉得说可能还再看一下，或者是还需要点时间再想一想，就是两个人在能量方面是一个控制的，都是想按自己的一个期待的一个速度，或者是期待的一个节奏，或者是期待的爱情的样子去推动啊，无论是你是主动的方还是说被动方，但是你潜移默化还是想去控制这段感情关系。然后第二个呢，第二个我们这里是宝剑六啊，宝剑六就是有人想离开，这里我感觉到是什么呢，为什么思想上想离开，有一个信息，因为我们这里是金币七嘛，就是有人觉得付出很多然后还没有看到结果，就是急于求成嘛，那在急于求成的这样子的人的心态当中，也许这个人他真的觉得说不想再等，或者是不想再去付出了，那这个能量信息既有可能是你这边的，也有可能是对方那边的，所以某种程度上虽然说行动没有说撤离，或者行动没有说就不管不顾了就去看别的人，或者是离开这样子的一个情感或者是这段关系，但是思想上已经有想去走，想去准备离开，就那个划船嘛，已经思想上有去想离开的这样子的一些能量已经展现出来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啊，宝剑六。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说两个人的感情，两个人的恋爱，如果有某一方有想撤离的信息，是不是这个想撤离的这一方的信息或者是他的能量就是两个人感情继续往前的一个阻力呢啊，所以我就是这样感觉到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金币四和宝剑六在这里作为你们两个人关系继续向前，或者是我们今天占卜的能不能交往定下来这样子啊一件事情的一个阻碍。然后再来啊，我看到是什么呢，宝剑二的逆位和愚人牌的逆位，
这个啊，就是我先跳一下，先讲这个愚人好了。这个愚人牌啊，这个逆位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你看这个人啊，他宝剑七嘛，他投入很多，然后他付出很多，但是没有看到结果。但是你看啊，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这个人呢就心生了一些恐惧，心生了一些怀疑，对未知产生恐惧，就感觉到是 OK， 我在这段感情中我付出很多，我希望有那个结果，可是我付出这么多为什么还没有结果，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能量下，就会对未来啊没有信心了啊，就没有信心。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愚人牌。愚人是最有信心的人了，他都不管不顾前方是什么，他都可以冲的。可是这里的逆位啊，就是写照着这样子的一个人的心态，由于付出了，由于给予了，由于投入了，却没有看到结果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让他对未来产生了一些困惑，产生了怀疑。所以现在的那种冲劲，那种不顾一切的，或者是想去再去为了那个怎么说，就是那种可以去冒险，为爱冒险的那种精神，我觉得现在是在你们两个人能量当中啊，在慢慢的递减啊，慢慢的递减。那这样子的一个递减是为什么呢？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宝剑二的逆位啊，就是说没有办法做决定嘛。这个宝剑二啊，其实这里是一个新月的能量信息在这里啊，就是一切都是一个要慢慢开始，慢慢展现出来的一个情况。可这里的逆位啊，就是说我感觉到是什么呢？其实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啊，真的有机会去发展，真的是有机会可以去交往的。但是由于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看到那个月亮啊，在形成满月变成很亮的月亮之前，它都要经历一个从新月，然后到这个我们所谓的峨眉月啊、上弦月啊，它是有一个周期的。那么从我们看到新月黑色的到那个满月，它是需要一个大概14天的周期，就是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时间段，才可以慢慢慢慢的形成最漂亮最圆满的月亮。那这里对照着你们的感情关系啊，我感觉到是什么，你们现在可能已经到了那个银兔月了啊，到银兔月，可问题是银兔月到满月还差一点啊。这里就是大家对这段感情关系啊没有信心啊，没有信心，不敢去再坚持一把，或者是怀疑对方是不是想走，然后怀疑怀疑自己在能量上也是在慢慢的减弱，慢慢的一个撤退，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提前帮大家抽到的这一张牌卡，他说的是早晨的一个露珠女孩嘛。其实这个露珠啊，我们说水呢就代表的是我们的情感，代表我们心中的一些深层次的感情。其实这里啊，它所对照的信息是满池的恐惧，满池的不安，其实可以化为滴滴露珠，让你慢慢慢慢的把它拾起来，让你慢慢慢慢的可以化解心中的恐惧，对未知的恐惧，是这样子的一个能量信息。所以呢，我觉得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啊，你现在啊，无论是对方怎样，我觉得你现在也同样的对你们的未来不确定不安，觉得不是很坚信，或者是不是很坚定能不能有你所期待的那个结果，就是这样子一个心态。好，我们这里啊就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对方对你的感觉啊，我们来看一下对方现在他对你他是怎么想的，先看一个这个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方对你是怎样的感觉，他是怎么想的啊，对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怎么想的，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太吓人了，这个牌卡太多了啊，我们还是再抽一下啊，牌卡太多了啊，我们重新抽一下。宇宙你就给我一张牌好就好了，准确一点的就是你看那个人对方啊，对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到底是一个现在对他对你是怎么想的啊，就这样一个问题，对方对你是怎么想的，现在是怎么想的。好，终于出来了啊，力量牌逆位啊，力量牌逆位。好，我觉得对方是怎么想的呢，
就觉得，哎呀，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我觉得对方说真心话啊，对方觉得跟你两个人相处，可能还是觉得不够融洽，哎呀，这种感觉，可能你们的默契，或者是对一些事情，就是那种在相处的过程当中，觉得有一些东西可能还不是那么的融洽和默契，然后呢，对。你们的未来啊，对未来，大家都是一个，我觉得就是感觉是对这份情感吧，就怎么说呢，就是半信半疑的感觉，觉得好像可以，用自己的爱感动你，或者是用自己的爱让你接受他，然后呢，又是一个，但是又不坚定，或者是说觉得自己是愿意。和你走，就是感觉是半推半就的感觉，就是觉得可以，其实我可以尝试一下啊，尽管我不是很确定，我愿意尝试一下。但问题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愿意里面呢，就是这个愿意的成分啊，又不是很高，可能又不是100%的愿意，就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这里啊，就对方对你这种情感大对一下，因为我们这里既有男性能量，又有女性能量，无论是性别，所以你们可以去对应一下自己是怎么回事。但是无论是哪一种能量信息，我都感觉到就是还是对这份情感，对这份感情关系，不是100%的认可和认定，还是觉得有点犹犹豫豫，半推半就，可以试一试，可以走一走，但是又不是真的那么的。想不是真的那么的认定，不是真的那么的想要，有很多的不安，有很多的恐惧，有很多对未来未知的那些东西的不确定性，在这个地方，在你们两个人的心里都有，思想上都有。好，我们现在来测一下未来你们的关系会如何发展啊？关系会如何发展？我们来看一下。未来3个月会不会有什么重大的改变，或者是说感情关系会不会有什么进展？那我们来看一个啊，好，这是第一个牌，权杖皇后的逆位哦，好哦，权杖皇后的逆位，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啊，再来看一个。命运之轮的逆位，好，命运之轮的逆位，我感觉到的是这样子哦，就是，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你跟你心里想测的这个他呢，我感觉到你们的最重的阻碍信息，或者是阻碍你们两个人可以交往或者是定下来，其实蛮多的，是来自于你们对对方、对彼此。还有对这段感情关系啊，就是你们自己心中所产生的那些怀疑，和你们自己心中所产生的那些恐惧，阻碍了你们两个人的发展。这个跟第一组牌的信息是差很多的啊，差很多的。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第一个是权杖皇后的逆位，权杖皇后逆位，这里我连接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两个人对彼此的那种激情，或者是对彼此的那种喜欢的程度啊。我感觉到你们在慢慢的减弱，在慢慢的减弱，是，我觉得是由于可能是对那个未来感觉到没有未来嘛。那当你们感觉到没有未来的时候，就是对这份情感的那种热爱也在慢慢的变弱，然后呢，对那个对方也开始慢慢的冷淡，就这种感觉。那对方对你可能也同样是一个这样子的感觉了。命运之轮的逆位，命运之轮的逆位，这里我感觉到是什么？其实命运之轮呢，有的时候啊，就是宇宙丢给你们两个人的一个小考验。我感觉到这个小考验就是你们要克服内心的恐惧。如果你们可以的话，这段感情关系会很顺。你们两个人之间其实有很多好的能量信息，因为你们一开始就是金币七，都是投入型呀，都是付出型呀。而且是那种很踏实的感觉，可是问题是，这种踏实的感觉又差了一点那种认定的激情，我感觉到是差了那一点激情。所以当宇宙来丢给你们两个人一个
绊脚石，或者是这个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定了以后啊，就开始心里就那种可能那种心里的那些，你看这个宝剑啊，心里的那些不安，心里的那些不确定，心里的那些怀疑，那种情绪都出来了啊，都出来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往前了。你看这个愚人牌的逆位，不敢往前了，不敢轻易的行动了，那这个关系就阻碍了。我们说那个能量啊是要流动的，要流通的，这样子才能够循环，才能够往前，以曲线的这样子形式往前。但现在你们的能量信息是有一点僵的，因为我们看这里很多的逆位啊，很多逆位，所以比较僵住了。很多这种你看激情的元素啊，这种火元素都是逆位，都是僵住的感觉。所以我看到是宇宙丢给你们一个这样子的小考验啊，大家都把自己内心的那种恐惧感和那种不安感都激发出来了。所以这里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跟这个人未来三个月能定的几率要看你们自己了。如果你们愿意去克服，或者是对方愿意克服心中的恐惧啊，勇敢一点，我觉得就差一点了，临门一脚就差这么一点。但问题是你们现在都开始慢慢慢慢的冷淡了，都开始慢慢慢慢的往下降，这样子你们之前的那些努力和付出不就都白费了吗？好，这里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宇宙的指引和建议信息，以及对我们今天的解牌的一个 confirmation。 我们来看一下。好，宇宙你告诉我，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啊，未来他跟他心里想测的这个人有没有机会交往啊？有没有机会交往？哇，第一张牌值得等待耶。值得等待啊！这里宇宙给的信息是值得等待。那么 divine timing 就是我们所谓的那种天时啊。这里啊，我觉得你们，我们今天算的这个问题是未来有没有机会交往，我们有一个时间限定嘛，就是大概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我说过啊，你们两个人其实差的是一些临门一脚的那种勇敢啊，差的是那些勇敢。那命运之轮在这个地方，现在我们看到是一个阻碍或者是一个逆行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但是宇宙给的指引信息是值得等待。我听到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些僵持的或者是僵硬的或者是不能够流通的能量信息，但是我有讲过，你们一开始就是金币七，你们对这段感情关系以及对方对这段感情关系都是有认真的去努力和付出，然后有投入过了的。所以说宇宙想告诉你的是啊，值得等待，有机会，但是有可能不一定是在未来三个月。因为我感觉到是他说的是 divine timing， 就是有一个那种天时嘛，这个时机不到啊，时机不到。也许这里啊，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这里就是宇宙给你们的人生考验，让你们能够克服在这样子的一个有点灰色的有点不安的状态下，克服内心的犹豫，克服内心的那些怀疑，让自己可以勇敢起来。那么你们跟这段感情关系的一个，或者是这段感情关系你们所需要克服的，或者是你们需要学习的课题，就是克服内心的恐惧不安和怀疑，这样子你们才能够到达一个你们期待的一个结果，就是你们可以交往下去。对，就是这样子感觉。所以宇宙想要你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啊，值得等待。所以大家还要再等一等啊，跟这个人可能时间是要磨得有点久的啊，再等一等。好，那这里呢就是我们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帮你们看到的你跟你心里想测的这个他有没有机会交往的所有信息内容。那希望这些信息呢对你有所帮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嗨，大家好，那欢迎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黄色的花花，黄色的花花，那我就把它放在这里，大家就知道你们就是选择了这个黄花了。然后这里呢，是我提前帮你们抽的一张就是神谕卡，这里写的是，钥匙在树上啊，钥匙在树上。好，我先把它放在一边好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塔罗牌，等一会儿我们会跟这个能量牌卡一起来讲啊。今天我给你们选用的呢是这个Morgan Grill 啊 Morgan Grill 塔罗牌，我们来用这一组塔罗牌来具体看你跟你心里想测的这个人啊，你们在未来大概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有没有机会交往啊，有没有机会交往。好，那我们先来看的那个第一个问题啊，我们就先来问一下宇宙啊，你跟你心里想测的这个人啊，你们的关系状态走到哪里了，然后呢有些什么重要的信息，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好，宇宙告诉我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他们跟他内心想测的这个人呢，这段感情关系走到哪里了，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啊，宇宙请你告诉我好吗，感恩。好，第一个是 The Empress in Reverse 女帝牌的逆位。OK， 第二个呢是金币骑士啊，金币骑士，然后这里也是一个逆位。好，再来看，哎呦，好，就你吧，太阳牌，哦，太阳牌，好，这里啊，我其实看到那个女帝牌的时候啊，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两个人虽然心中对彼此有很多的感情，有很多的爱，但是呢，你们现在碰到的阻碍信息啊，有些朋友可能感觉到跟这个人，走着走着好像就越来越慢，或者是说开始有点觉得是不是哪里出了一些阻碍，或者是吵了架，或者是冷战啦，还是说觉得激情有点没有之前足啦，就是诸如此类的吧，就是觉得说 OK， 我想看一看怎么回事，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你来到我这里来看这一组啊 pick a card reading 啊。那么 The Empress in Reverse 这边我感觉到就是什么呢，本来啊这个女帝啊就是一个非常有能力去发展或者是推进感情关系这样子的一个人，充满了爱啊，充满了爱，但是这里的逆位我感觉到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你们有一些东西能量上有阻碍信息，或者是外界环境让你们的感情受到了干扰啊，受到了干扰。第二张牌呢是金币骑士的逆位，这是一个付出的骑士，他所给予的是金币，是物质，是钱财。那这个骑士的逆位我感觉到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连接到第一个信息是由于我们现在疫情，也许你们两个人现在连见面都不能见面，所以就不用谈什么所谓的去一起交什么去玩啊，去有什么深层次的一些接触啊，或者是来推动这个关系的发展，这是第一个信息。那如果大家没有疫情的影响啊，一切都是照常的话，我感觉到这个人有可能被一些东西给牵绊住了，被牵绊住的事情有可能是工作啊，也有可能这个人现在是不是经济状况受到了什么影响，他不能够像以前那样大手大脚，或者是不像以前那样子的爽快，就是或者是不像以前那样子的愿意去，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说也许他现在时间方面他突然去学了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工作上要去转型啊，就是诸如此类的，那么在时间上受到了牵制，受到了牵绊，所以呢在感情当中，在爱情当中，在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所投入的精力，所投入的时间，所投入的钱币啊，就是没有以前多，这也是一个阻碍信息在这个地方啊，阻碍信息。但是呢好的是你们两个人啊情感方面其实对彼此我觉得是相忘于江湖啊，这是我连接到的什么感觉，就是说虽然说你们这里有一些阻碍，有可能是疫情，有可能是工作，有可能是钱，有可能是时间，有可能啊，这里也有可能刚才连接到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钱币元素嘛，是不是家庭，
社会、年龄或者是宗教信仰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物质世界里的那些条件啊，阻碍你们，但是你们的心啊，你们的心是向着彼此的。这一点先我觉得是一个宽慰吧，我觉得这个地方你们的那个心理想测的对方，他的心是向着你的，我觉得他是看着你的，虽然你们之间还有一朵向日葵的距离，我们这里看到了还有一朵向日葵的距离，但是对方是向着你的。你们对这段感情关系，尽管现在觉得可能不像之前那么的顺畅，或者是发展的那么的快，但是呢，你们心里其实是看好这段感情关系的，或者是说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啊，是这样子的感觉。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我之前帮你们抽的这张能量牌卡，他说的是钥匙在树上嘛，啊，钥匙在树上。我感觉到的信息啊，就是连接到信息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确实是有阻碍的，而这个阻碍还不小呢。我们看到是高塔啊，高塔，这个大象是在高塔之上，然后呢钥匙是在树上面，所以我感觉到还是有一波三折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围绕在你们两个人的这段关系当中啊，有一些阻碍信息是有的，但是呢跟我们现在抽到的三张塔罗牌很吻合的地方是希望一直都在，就是有阻碍，是的有阻碍，但是问题是有钥匙，有解决办法啊，有解决办法，而且大家都愿意去找解决办法，愿意去为这段感情关系去付出，去行动，然后呢去慢慢的或者是一起来克服它，这个是最好的。好，我们现在讲到这里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对方对你的感觉啊，现在他是怎么想的啊，他怎么看你的，我们来看一下对方对你是个什么样子的感觉，我们来抽一张牌看一下。死神牌的逆位，哎呦天啊，这个能量好，他是怎么对你的啊，这个人他怎么想，就是不愿意走啊，死神牌的逆位，这里我听到是不愿意走，也许你现在觉得这个阻碍信息很大，然后呢觉得有一点就是难度很大嘛，想放手，然后呢觉得希望就是渺茫，或者是希望有点不是很明朗啊，未来不是很明朗，也许你都跟这个人直接说了，也许我们这里哪里哪里不行，或者是不合适，怎么怎么怎么样啊，但是对方对你的感情是死神牌逆位，就是不愿意放手，因为我们这里是太阳牌在这个牌位底下啊，我觉得他对你是不愿意放手的，他不愿意让这段感情关系就这样结束了啊，我感觉到这个大象是关在牢笼里的嘛，我感觉到是你或者是就象征着你们的关系啊被关在了牢笼里啊，但是呢我们有钥匙啊，钥匙在树上。好，我们现在来看那个未来发展，我们来看一下你们未来三个月感情发展啊会有什么样子的发展，我们来看一个这个。好，这个他已经这样了，我们就抽吧。权杖侍者啊，权杖侍者。好，再来一个。公平公正，好，公平公正啊，嗯，行。那这个地方啊，我第一个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面看到的，就是两个大牌中间夹的是一个金币元素啊，这种物质上的东西。那么我看到是，尽管可能你觉得这段感情关系阻碍很大，我觉得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有很多阻碍，觉得很难呢。但是问题是你其实也是想要的，这个太阳牌你想要那个希望，想要那个结果，那对方跟你的想法是一致的，他不希望你放弃啊，他不希望你失去信心，他希望你可以坚持，至少他是很想坚持的啊，他想坚持，他不愿意就这样子结束啊，不愿意去斩断。未来我看到是什么呢，权杖侍者，我觉得这个人的感觉啊，他不会给你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承诺，
这个人就是这样，他不会给你一个他兑现不了的承诺，也不会给你开什么空头支票。我觉得这个人他是让自己的能量啊，本来他自己是一个黑暗的，我觉得他内心也是觉得哇塞，这个阻碍好大，好难在一起，好难的怎么怎么样啊。但是他对你，他对你会调整到一个有激情的一个能量信息，但又不会过，这个激情是比较偏年轻，比较就是我们所谓那个逝者啊，还是比较轻松的一个感觉。他也许会跟你开玩笑，让你调整你的心境，让你能够积极起来，因为这个人是个很积极的嘛，很积极很阳光的这样子一个形象啊，很年轻，对未来是充满了希望，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尽管我看到是什么，因为这里是逝者啊，钥匙在树上面，尽管他现在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是我觉得你对方的能量信息，尽管他还没有找到那个钥匙，也许他还没有看到钥匙，但是他以一个轻松的年轻的形象去展望未来，有点像我们那个愚人的感觉啊。他觉得 OK， 一定前方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那现在就让我启程，就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未来啊，这个人会来找你，这个人会跟你继续的去交流，继续的去跟你两个人互动，继续的来给你就是约你都有可能啊，来约你都有可能。然后呢，两个人继续走，继续往前走，一步看一步，然后一起去面对困难，来说，然后来笑，然后甚至是一起哭，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但是啊，这个人其实真正的他朝向的目标是什么呢？他要的是这个公平公正 justice。他觉得就是要做一个决定啊，我觉得这个人是要做决定的，他的决定是对大家都好的决定，但他现在不会做啊。这个人现在 no no no， 现在他还会跟你继续往前，因为他是不放手的啊。死神牌是逆位，他不放手。而我们这里看到是你们的阻碍信息很大，层层的高楼，但是呢，钥匙是有的，解决办法的方法呢也是有的，只是他在树上，只是他在一个非常不经意的，或者是有点难找的，但是又在的一个地方。这里我觉得写照就是未来了，当这个人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当这个人收集了足够多的一些信息，或者是在他心里已经有足够多的信息让他去完成或者是做这个决定的时候，那么这个人会在未来三个月给你一个清晰的答复啊，这是我感觉到的。这个 justice 他会给你一个 justice， 但他现在不可以，因为他觉得一切都太早了，现在说结束或者是现在给你空头支票都不是他的作为，都不是他的作风。他会跟你继续啊，继续相处，因为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没有问题，是的，有很多的阻碍，但是并不代表说不可能去实现，或者是说就不可能有机会去交往。他心里是觉得有机会的，但是他知道有很多的难度，或者是有很多事情需要先去把它给解决掉，这些问题先解决掉，让你们的关系可以从牢笼中走出。你们现在的关系是在这个牢笼里啊，你们都很痛苦，他内心也同样如此，但是他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他会跟你一起去面对啊。这里就是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我感觉到这个人他要跟你一起去面对，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在未来我们再一起跟你一起去做这个决定，大家一起做决定，是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里啊，我们看到这个牌卡并没有说从塔罗牌里看到一个非常肯定的啊、哦，你们未来一定能交往，但是我们这里抽到的牌卡是什么呢？这个钥匙是有的呀，这个钥匙是在树上，那就看你们两个人能不能够把这个解决问题办法的钥匙给找出来了。但是这个大象你看它鼻子是悬着一个钥匙的嘛，我觉得机会很大啊，机会很大。所以这里呢，我觉得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啊，无论你们的未来你们是能找到这把钥匙还是不能找到这把钥匙，我都感觉到你们在测的这个对方他是一个还蛮勇敢的，而且蛮愿意承担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我觉得都蛮值得你跟他两个人去
往前走一段，至少是不辜负啊，不辜负我们的人生，不辜负你们的爱情，是这样子的感觉。然后我们这里对应的星座信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一个呢是天蝎座，然后呢是天秤座啊，天蝎跟天秤。好，那这里呢就是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啊，我帮你们看到未来有没有机会交往的一些信息。那这里呢我觉得真的是你们这里是50%跟50%，真的是50%跟50%。如果说你们两个人能够共同的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你们就是100%一定可以跟这个人确定下来，可以交往。但如果没有找到就是解决你们现在所处的困境的方法的话，但至少我看到的是这个人有足够的热情，对你有足够的爱，我觉得都是值得你好好跟他两个人就是至少是走一段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好不好？对了，我们这里还要抽一个那个浪漫天使啊，忘了，浪漫天使是宇宙给你的那个 confirmation 和指引建议信息啊，我们来看一下吧。 OK，我们来看一下浪漫天使给第三组牌的朋友啊，就是一个是 confirm 你们未来3个月或者是未来能不能有机会交往，以及还有些什么信息啊，指引信息可以给到你的。第一个 attraction 啊，我们都知道了，这里肯定是对方很爱你的啊，我感觉到 attraction 吸引力。我们再来看一个，还有没有别的宇宙？This could be the one， 大家看，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你在找的那个人啊，这个人是你的 partner， 未来的 partner 啊。还有没有？好，没有了，我们就是两张牌了啊。好，宇宙这里第一个 confirmation， 对方爱你，非常爱你，我觉得他欣赏你的美啊，欣赏你的美，欣赏你的气质，欣赏你的那种帅气，就是很爱你的感觉，超级喜欢你啊，超级喜欢你，我觉得也是这个原因啦，所以他真的是愿意跟你两个人，无论这个阻碍信息是什么，无论这个阻碍信息有多大，你们所处的这个困境啊，要爬那么多的高楼才能够找到那把钥匙，但是他还是愿意的。那这里是宇宙给你的一个 sign 啊，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你一生所寻找的那个浪漫的伴侣啊，这就是你的爱情，我觉得这就是你的爱情，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啊。所以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无论结果怎样，我觉得都是值得跟他走一起走的嘛。而宇宙在这里给你的信息是，这个人就是那个你在寻找的恋人和爱人。好啦，那这里就是我们今天占卜的所有信息内容咯，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那这里呢就是选择到第四组牌的朋友啦，你们呢选择的这朵花花是在这里，那我先就是放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里就是你们选择的牌组，这里呢是我提前帮你们抽取的一张神谕卡，这里写的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好，那我就先放在这里了哦，先放这边。那我们今天呢还是跟往期一样，用这个塔罗牌，我们先来看塔罗牌啊，用塔罗牌来看你跟你心里想测的这个人未来有没有可能，有没有机会交往，我们这里时间限定是未来3个月啊，未来3个月。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OK， 我们就先来问一下宇宙啊，就是你们两个人的感情现在走到哪里，或者是说有什么重要的一些能量信息，我们先来看一下。宇宙在这里，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啊，先看一下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好，宇宙告诉我，选得到第四组牌的朋友啊，他跟他心里想测的这个人有没有机会交往呢？有没有机会交往？来看一下。第一张牌 The Devil， 哦，好，恶魔牌啊，恶魔牌。再来，圣杯七啊，圣杯七，好。
战车，哇，厉害。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就是选择到第四个牌的朋友，我们连接宇宙信息看到的，你跟你心里想测的这个人，你们关系的一些重要的信息啊。首先我感觉到是什么，这个恶魔牌在这里啊，那你跟你心里想测的这个人肯定是连接感非常非常强烈的，你肯定特别特别的重视他，重视这份感情，然后呢会是相当的吸引，或者是相当的被对方吸引。摩羯座的能量信息，恶魔牌啊，恶魔牌。那么第二个信息我看到是什么呢，你们两个人之间最大的阻碍，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你会来看今天的这个视频的原因，因为你跟他两个人还没有定，你不知道两个人未来是否能真正的确定感情关系。你觉得现在你们两个人已经是就是那种恋人了啊，我觉得就是大家看你们两个人，我觉得真的是也许大家都会说你们就是恋人，或者是说你在跟他两个人之间已经是恋人的模式在一起了，但是呢却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表达，我觉得是对方没有给你一个明显的表达啊，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未来，所以你有点就是感觉到不是很清楚能不能够跟这个人真的去定下来。而且啊，这里如果说你心里想测的这个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人，或者是说他是一个在社会当中很有影响力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的话，还有这个人在他的圈子里，无论是男性能量还是女性能量，还是说你们是同性感情关系都没有关系，这个人有可能是在他的那种爱情圈里桃花运很高的一个人啊，桃花运是很高的一个人，这个人他有诸多的选择啊，有诸多的选项，他是一个不缺爱的人，总是有人会被他吸引住，你也很清楚。所以你觉得 OK， 我跟你两个人是你众多选择的其中之一，还是说我是你选中的那个唯一？所以我觉得这里就是选择到第四组牌的朋友，你们心里的最大的一个困惑，以及对未来的一个最大的不安。那么我们看第三张牌啊， The Chariot 战车牌，这里是巨蟹这里是巨蟹，这里是摩羯啊，巨蟹跟摩羯。那我感觉到是什么呢，其实你们对他，你们真的是，我觉得你们真的很讨厌这一点，我觉得你们很讨厌对方的那种不能给你一个明示，或者是不能让你，不能给你跟你定啊，我觉得你很讨厌这一点。但问题是你们很爱他啊，我感觉到你们很爱他，然后你们很希望对方能够定下来，对方能够跟你两个人稳定的，不要再去犹豫的，就是往前走，定下感情关系，正式交往，然后呢也是把周围的那些花花草草啊，就是修理干净，这种感觉了哦。那么这个战车牌巨蟹座，我感觉到是什么呢，我觉得你们跟他呀，你很定他，你很爱他，你认定他，你希望能够跟他两个人克服一切的阻碍，然后呢两个人可以正式的进入到交往的这段感情关系。我们来看一个这个啊，这个是我抽到的一个就是你的一个总体能量信息啊，这里是所有东西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我感觉到这里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你看这个人他手上这个叶子嘛，他的头发，你可以感觉到他所处的环境是有风的啊，是有风的，这些树叶它们都有可能被风吹走，但是这个女生她是坐在这个树上，头发也被吹动了，可她呢却一动也不动。我觉得这里啊，摩羯座也是一个土元素的能量信息，我觉得你对她就是非常的认定，我觉得你是要守护她，要抓住她，就是不让她走嘛，这种感觉。无论有什么风啊，无论有什么变化呀，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但是我觉得你的心从来就没有变过，我觉得你永远，或者是你就想留在他的身边啊，留在他的身边。我们这里还有个蜘蛛啊，这里有个蜘蛛，
蜘蛛呢，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蜘蛛啊，有点像是你的一个那种，你的一个守护天使，或者是你的一个什么灵性的一个东西啊。因为你看，这些被吹走的树叶，通过这样蜘蛛的一根丝、一根网啊，我觉得它们都是连在一起的，不被风而吹走，永远在你的掌控之中。所以这里我感觉到是什么？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关系，我觉得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变化，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变故，但是你们其实是通过这样子的一根丝，这里的丝就是你对他的思念，你对他的思绪，你对他的感情，这份丝就像蜘蛛网一样牢不可破。你不觉得你会，就是你不会让这个人，你不会让你的恋人走丢，你会一直在这里为他。一个给他一个很定的感觉，就像是他永远都可以回到你身边啊！我觉得这个人是永远都可以回到你身边的。你希望给他留下这样子的一个印象，给他这样子的一份安全感，也同时用这股定的这种女神和男神定宫这样子很好的一个家的安全感的形象来吸引对方回来，来吸引对方认定你啊！这里我觉得是。我感觉到大家有很强烈的那种定功啊，就是不是去追他，而是去吸引他，用那样子的一根细丝啊，去，一直牵绊着他对你的无尽的思念，让他回来，让他越来越近，让他不能没有你哈，是这样子的。好，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对方对你的感觉啦。啊，我们来看一下对方是怎么想你的。好，我们这里已经出来了啊，权杖一的逆位啊，权杖一的逆位，这里啊，这个权杖一啊，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激情满满的一个感觉啊，有的时候是那种冲动，有的时候是那股激情，有的时候是那样子的一个重新开始啊。我们这里的逆位呢，我感觉到更多的是，因为我们这里是有风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个在变化的状态，这是一个有改变、有变动的状态。所以啊，对方对你的情感，这份激情会 delay，会推迟，但是它一定会来的啊！这是我感觉到，对方对你的这份爱和这份认定，这个只给你、只属于你的这样子的一个未来，我觉得是会有的啊。但是这个未来是在 in the future，就是会推迟，可能不会你想象的就是今天或明天，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就是这根丝啊，慢慢的抽，慢慢的把它拉回来啊，就是那个放风筝的感觉，慢慢的把它拉回来。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喽，未来3个月啊，在未来你们的感情关系会如何发展呢？我来看一下未来发展。这个，那我们就抽这张翻的，好吧？我们就选这张翻开的牌卡啊，金币侍者啊，金币侍者。你看我说什么？这个女生，你看这个方向是这样子拉那个丝，你看这个人往她这边去了啊，往她这边去了。金币骑士，土元素又是土元素，慢慢的去向你靠拢啊，慢慢的向你靠拢。好，再来一个。哎，好，这里啊，权杖二，权杖二，好，这里的权杖二啊，我连接到信息啊，特别有意思啊。大家看这个 Morgan Grill 里面的权杖二啊，这个人是右手拿着一根权杖，左手托的是水晶球，另外一个权杖是另外一只手。那这个人一定是站在这个地方面对他，所以我觉得啊，你们跟他在未来，你们会怎样呢？我觉得你们会达到一个共识，哎，啊，这里啊，选择到第四组牌的朋友，我感觉你们在未来会有一个共识，至少是，我感觉到是认定彼此，因为你们是心心相对嘛，双目相视，双目相对，权杖二，而且是有激情的，感觉就是那个一个那个。权杖二很像一个那个门框嘛，我感觉到你们是站在你们自己的立场看着彼此，看着对方，
这个人他手里有一个水晶球，就是在预测未来的那种感觉嘛。我觉得是他所展现的能量是在预测未来的这个未来里有你有他，是你们两个人共同在一起的感觉啊，是共同在一起的感觉。好，我们现在讲到这里啊，我们就来用浪漫天使神谕卡，我们来看一下宇宙对你们的，就是说未来有没有机会交往的这个问题的一个 confirmation， 以及他想补充的一些信息，还有指引和建议。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啊，好，宇宙告诉我。我们就选第一张好了，第一张啊，放手啊，放手，不要去控制，放手，不要去控制。心对心的谈话，好，心对心的谈话。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啊，再看一下还有没有。哎，还有一个，好，这里是什么 ？Finance and career， OK， 嗯，好，我们来讲一下这里的牌卡所表现的、所想说的内容是什么啊？我们第一个是这个放手啊，就是这个控制。我觉得这个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其实应该做的还是不错的，因为你们的控制只是用一根丝嘛。但是呢，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在控制，对吗？所以宇宙可能是想告诉我，我觉得这里要对应了，对应我们这里大众占卜啊，对应某些朋友。如果你对他的控制是很多的话，你觉得是，嗯，可能管了很多的话，那么可以适当的减少，可以适当的让这个人自己回来，用吸引的方法让他自己回来。但如果你跟他一直都是一个，只是一个那种用丝在牵绊，只是一个很微弱的，希望他能够自己主动回来，然后认定你，他的意识去认定你，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啊，就没有必要，只是让他自己做选择。我觉得这个也是这样说了，也没有说一定要怎样，就是放手，让他自己做选择，做他不后悔的选择，让他来选你，让他主动的回来啊，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要去追他，让他回来，放手，不要控制。第二个，心对心的谈话，其实这个我感觉到的就是在说这个权杖二耶。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在未来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你看他们中这个周围有这个小天使啊，这个小天使是有丘比特之箭的，我觉得他是会让你们两个人有机会做深层次的对话和交流，让彼此，你看这个是两个人是看着彼此嘛，就是有这样子机会，你们会见面啊，你们会见面，你们会有机会去聊自己的心声。我觉得这个人会把他内心的所有的事情都跟你说，有些东西你现在可能还不知道，但是未来他会告诉你。我觉得这个人会说的，因为这个人应该是很相信你的感觉啊，我觉得这个人相信你。再来，这个财务问题和事业，这个地方不一定是说你们，有可能是说对方，因为我们这里出现了摩羯座的能量信息啊。摩羯座对物质是追求挺高的，这样子的一个星座能量，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呢，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想要真正的定下来，也许在这个物质基础方面啊，有一些朋友物质基础方面可能还需要一些东西去加强，或者是有这种好的物质基础做一个那种支撑，你们才会走得更加的顺畅，或者是能够更快的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当中啊。好，那我们这里呢就是今天占卜的所有的信息内容哦，那希望这些信息呢对你有所帮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